有时候打得太制式化，嗯，你看你就没有办法处理这种随机应变的。其实到目前为止 ，DRS 基本上每一只有两套内容，一套叫做 A man 的第一波控制，跟第二套就是农 B 面零球之后呢，然后再去反清 RK， 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北面有放了一个 RB， 嗯，就只有这两套而已。但是在 EG 的前期内容上面来说的话，做了太多。完了，零号不理前面，打后面啦 ，Demon One Down B， 这个暴徒的爆头率，就出去就是一发头，出去就是一发头，又从这边再往上刷了，包掉在很尴尬的地方，所以你又要回去找这个恶魔。他下一页出去那一瞬间就看到人了，想要 Ace， 要逃我的位置，这样也可以回头一发 Ace，Demon One。今天的对战都是顶级瞄准呢，你是真正的 Headshot Machine。一个，两个，两枪，两枪啊，两枪。哦，他除了灌烟之外，其他全部都是头。嘘，机超勿吹，他的意思就是机超勿吹，没错。但我觉得他。